好好。然后分享一下。师兄好，处长好，机长兄好。来，分享好了啊！你分享社团，感谢感谢。哦，今天精神不太好哦，很累，所以说今天我就挑几颗小颗料子来玩玩。今天有开得早吗？7点多，算早算早。然后我就随手拿了几颗墨西沙的料子啊，今天来开开小料子啊。哦，昨天有一个新朋友来店里哦，也是随便挑了一颗哦，然后又开出一个白雾糯冰的，分享外太空，感谢辉弟兄好，简姐好，好的好的，专心哎。专心去逛街，哦，这几颗都是墨西沙哦，这几颗都是墨西沙，其实皮壳这两颗都差不多，这两颗都差不多，这三颗都差不多，哦，石大豪哦，这三颗皮壳都差不多，哦，然后这两颗哦比较雷同，哦比较雷同，可是开出来呢会完全不一样哦。哦，开出来会完全不一样哦。哦，等一下再慢慢来揭晓，再慢慢来揭晓。好，我们一颗一颗来，反正这几颗无聊就给它开一开哦。哦，今天我们就轻松一点，开一些小料子哦。开小料子我比较轻松啊，开大料子很累，开大料子真的是很累。H 大，感谢星星支持，感谢感谢，感恩啊！宝光兄好，大家好，哦，说实在，这墨西沙哦，不要看它小小的哈，哦，不要看它小小的，有时候你在赌。一颗大颗的，1公斤的，2公斤的哦，你赌的总水都不一定比它好，哦，你赌的总水都不一定比它好。你花了1万2万台币，1万2万人民币，赌出来的结果还不一定比它好，所以不要小看这种料子哦。黄师兄好，那，哦，我们也不啰嗦，直接哦，直接就给它开了，哦，那今天就让我。放轻松啊，都还没看皮壳啊，哦，这一颗有雾层哦，哦，说过墨西沙只要有雾层的料子，其实都可以玩，哦，有雾层的料子都可以玩。正学兄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慢慢打招呼。王董好，
哦，现在到黄武城了。小颗料子，我们还是靠在桌上会比较安全。分发兄好。因为现在料子不好买哦，反而像这种小料小精品有没有？哦，市场价是一直上来了。因为它不一定要做牌子哦，可能内化。其实墨西沙的料子哦，它只要有物成哦，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太差了。昨天又一个新朋友小白，哦，新朋友小白，就随便挑了一颗哦，就开到白雾啦，钱姐打字很厉害，很快，不会啊，钱姐打字我觉得很慢，玻璃种。那我割两玻璃种。很快哦，明天又是礼拜六了。康怡好。慢慢把这雾尘把它清掉，你看，星期六换南港吧。应该是比较难吧。对啊，钱姐是用手写输入啊。H 大大好，今天就比较早了哦，今天没有来送客了，换西港。今天没迟到了。对啊，不然 H 大上来几乎都是要送客的时候。哦，这边刚好开到一条利。我尽量把肉开干净给大家看。
前天成大医院急诊室都没处理伤口，又没缝伤口，对，很麻烦。现在找了几大出来吃饭，等他到时正好来买单。买单这种都不叫事，好不好？我来分菜。哦，这肉质还没开干净呢，啊。还没开干净呢，啊，这种料子有没有？这种料子说实在，哦，说实在，大家会觉得或许觉得不值钱哦，不好。可是大家想想啊，有时候你们花了几千几万哦人民币哦，说不定还开不到这种料子哦。虽然它谈不上好啦，哦，它谈不上好哦。可是像这种小料子哦，都是让大家练手哦、练功夫用的。偶尔开个奇迹也不错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挖到肉，现在都还只是在黄雾城哦。哦，看会不会挖到肉。都挖到脏了。哦，带一点淡绿底哦。练过整箱的了，我这边有贵妃佐吗？你要现货贵妃佐，现货娘娘那边吧，都小圈口，哦，都是小圈口比较多。一般我们是都不会放现货了，手镯的话我们一般不会放现货，除非是刚好有代售的齁。对啊，不管做什么工作，尤其操作机器齁，都要很小心哦。哦，尤其在操作机器方面哦，都要很小心了。这边刚好开到裂，没办法，我尽量挖了哈，尽量挖干净给大家看。上礼拜也缝五针，天哪！现在是七月份哦，七月份哦，大家多多小心。反正这一个晶体比较哦，晶体比较粗哦，哦，晶体略粗了一点哦，哦，不过整个冰感还是有。哦，整个冰感还是有，哦，像那搓冰一样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晶体比较粗，哦，然后晶体间隔，哦，比较松散，哦，就会这种表现，哦，在墨西沙的料子里面，像这种表现是很多很正常的，像这种表现，哦，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墨西沙，哦，感谢处长。最主要墨西沙我们都赌什么？就是要赌白雾，哦，就要赌白雾，白雾底下，哦，出高货，哦，白雾底下至少出个冰，哎，出个糯冰，
全世界第一家。啊，基本上，啊，你看像这种打了水之后的雾层都不是问题的，哦，这有可能是皮革层，哦，有可能是皮革层，所以说还是要大家还是要懂得去分辨所谓的雾层跟皮革层。有时候你看到的黄哦，高冰玻璃种，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黄哦，它不一定是黄雾哦，有可能只是皮色哦。重不重？这一颗重不重？大家看一下，觉得重不重？许大好，灯桥好。因为往年吼，往年七月八月吼，几乎我们都是在大陆，哦，几乎都是在大陆，整股哦，还好吧，你是桥滚呢，这间好，保重啊。好，看看这一颗。到底是黄雾嘞，还是白雾嘞，还是整颗没有熟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三种状况。老师大好。大家觉得这一颗是什么？这颗只有最中心有肉，说得好。这几乎是标准答案了。刘姐好。陈大好，简称心头肉。哦，这种料子哦，几乎像这种小料子，几乎都是这样哦。元气好。不是黄翡哦，不是黄翡，哦，它的黄只是它的皮色哈，哦。陈大好，陈大好。
伟成兄好，刘杰好，你看，中间是绿的哈，中间是绿的哈，像这像这种料子哦，就稍微就取最中间这样一坨这样就好了，啊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来个蛋面，联络事情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其他对啊，取不了料没有错。哦，这种料子纯粹就是好玩哦。哦，能够出满肉当然是不错，问题是没有开到白雾哦。哦，这一颗料是赌白雾的哦。哦，没有开到白雾的话，有肉就不错了。挖的蛮深的耶，哦，挖了将近有六七毫米哦，啊，这种真的是不错，有没有看？真的是不错，不要看它小小颗哦，哦，不要看它小小颗哦，真的是种真的是不错，哦。玉化还不到时间，因为毕竟它小颗哦。好像从哪里挖都一样，要挖很深。哎呀，感觉不管从哪里挖，感觉都要挖很深。邓文兄，感谢星星支持。好，在这边还是一样奉劝哦，奉劝我们刚入行的一些小白朋友们哦，多看多听少出手哦。明章兄好，货比三家不吃亏哦，翡翠没有捡漏的哦，翡翠都是一分哦，一分品质一分价钱哦，没有所谓的捡漏。您刚好，我把这边挖穿就好了，挖到肉就好了。我要打灯用的，挖这个洞只是纯粹要打灯用的而已。对啊，现在几乎都转战到其他平台哦，哦，虾皮啊、YouTube 啊、奇摩，还是要多尝试是没错啦。问题是哦，现在尝试的本钱太高了，跟我们以前比起来，我们以前可以尝试十颗。哦，可能他们现在只能尝试一颗哦，呵呵，因为毕竟哇不会透，哇 ,TG 代表什么？代表有力了，
哦，不透光哦，代表有裂哦。这等一下我们再上切谈。处长还有很多新账号，石大哥好。有看到嘉宏大很多影片，有省下很多钱没乱出手。对啊，那一颗应该是有裂。来，换一颗，换一颗。真的年纪大了齁，真的会睡不着，早睡早起没有错。来看一下，这沙杆都蛮细致的，这雾层都上来了。哦，雾层都上来，这一颗的雾层哦比较标准哦，比较标准哦。之前那两颗那种黄色的雾层杆哦，都好像是皮色一样。哦，这颗光感不错。一个黄雾层，很黄哦。石大哥好。哦，要的不多啊，就开下去哦，里面帝王绿就好了。哦，今天拿上来的这几颗，我都是在强调什么？都是在强调所谓的雾层哦。哦，希望新朋友要去了解到它的重要性哦。哦，为什么我不去照什么？我不去照其他的表现，我只是照雾层的表现，我也不去找有没有绿啊，有没有什么的。这画面我也等六百多集了，帝王绿，对啊。一堆跟矿主好友、美女再加好友，没办法，我们矿主哦，就是美女朋友很多。这一颗跟第一颗比起来，有没有肉质就细致多了？哦，虽然还是看得到晶体哦，再挖深一点，快要见绿了，哦，快肉快要出来了。切进玻璃。诈骗集团，这一针我就故意挖的比较深了，啊，这一颗也不行，这一颗也普普通通而已啊，这一颗也普普通通而已，你看，这种种水，啊，我们称它为普普通通，称它为普普通通哦。
因为没有开到我们想要的。矿主加力三千，可能好友都满了哦。矿主可能好友都满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是皮革城还是雾城？这是种水表现哦，这是已经有种水表现了。然后这是皮色，这是皮色，这黄是皮色。一样，这一颗就是赌什么？赌白雾的。开。我今天没吃饭，吃泡面。老王还在忙吗？还柬埔寨嘞？哦，发黑了哦，看到没有？喂，大家好。陈大好，小的在补习班吃，大的去医美，自己弄泡面吃。难得啊，难得你有时间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好吃饭。哪怕吃泡面都没关系哦，要让自己好好的吃一顿饭。这个黑到底是肉黑还是金章？这样看不出来有没有？因为这一颗种子应该会比较好，可是这样目前开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呢、并没有特别表现。等一下再把它一刀切了啦。赚钱给两个小的补习，给大的去医美，就我吃泡面。一大好。这就是人生啊，这就是人生啊。对啊，那个味道好哦，那个出了哦，反正这就随手拿了几颗小料子，今天就轻松玩料子哦，不想开大颗，因为开大颗太累了哦，所以就随手拿了几颗料子上来开哦，都是墨西沙的，我帮你加一颗荷包蛋。钱姐在啊，怎么不在？哦，今天挑了一二三四五颗哦，五颗还没有看到白雾哎，哦，这已经有点。美女大姐在招呼，今天45万大军都没看到一箱钱的东厂抢攻。
子哥好。等一下，这几颗我们都去把它切一切哈。因为毕竟，因为我开窗开了都有点想睡觉，今天精神不好，太累了。哦，局部中水色还不错，哦，局部中水色还不错，哦，不知道整体是怎样，哦，这几颗。都来把它切一切哈，都来把它切一切，哦，都开个窗而已啊，都来把它切一切。鸭蛋目前1斤50，一件大概一颗5块左右。我买还了一个矿主哦，遭遇柬埔寨。走，我们去切料子。叫你别每天半夜加你都不听睡的，没有啊，睡饱哈，我是真的都没有睡饱啦。问题是，我今天也很早就来公司了，忙了一下午，哦，忙到刚才开播前哦，吃个饭就开播了。一斤大概10颗。张大哥好，新徐好，我们去切料子啦。新徐兄好，来切料子啦。你都封到早上才睡，对啊。啊，这个习惯又不是一天两天，这习惯已经长年累月都这样了。咸鸭蛋，哦，咸鸭蛋呢？
漂亮吧？不要小看这种东西哦。高冰绿蛋，还有这种东西，下一颗，你看这种，这画的多好，你看这一坨绿啊，下一颗啊。溏心蛋，你看，其实这种种都不错，不要看它溏心蛋，这种都不错。好，这一颗是开起来像黄匪一样那一颗啊。切起来都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裂多，这一颗裂多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说过，种不好的话没办法切薄片哦，种不好的话没办法切薄片。很漂亮的料子，带一点淡绿底哦。这一颗可以哦，这一颗，这一颗我顺便把它切了。
这颗真的整个是蛮黄的了，真的是蛮黄的了。不过就是裂多，这都不用看了，裂太多了。啊，真的是冰黄了，真的是冰黄。啊，真的是冰黄，而裂太多了。可惜，可惜，还是有，还是可以做东西哦。常常这一段，对，裂啊，不然总没问题哦。这一颗白白的哦，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哦。恭喜啦，出现啦，白雾哦、喔嗯嗯嗯。好想切那颗大马坎。恭喜啦，白雾出现啦。白雾出现了，漂不漂亮？肉发黑的。白雾层，肉发黑的，这可以连皮雕了，可以连皮下去雕，不输大马坎了，哦，不输大马坎。你看小料子好不好，好不好玩？我会这么问，是我三颗黄都碎裂。没有啊，裂哦，每一颗料子都是裂，都一样。看每一颗种都很棒，有没有？那种都很棒，不要小看这种小小的料子哦。这小小的料子，小兵立大功啊！这种料子都是小兵立大功的料子，看一下。哦，虽然它不是什么高种水啦，不过绝对比你买那个哦几千几万的料子哦开出来还不一定有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小料子我们可以玩，哦小料子可以玩。今天切这几颗感觉也不错啊。来，处长啥时切那颗大石头？春暖花开时，
对啊，小料就小兵立大功，没有错。所以料子哦，料子不是哦，不是说一定要怎样怎样哦。哦，你看，好、哦、这一颗种都有堵到，小料子哦，种都有堵到，可是就是裂，哦，因为我们小料子，我们入手的成本低啊，入手成本低，你可以不断的去测试嘛，去测试你自己看料子的一个功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有这个功力之后，再来验证大料子，对不对？包括像这种白雾的料子，哦，你要怎么从小料子去学习到白雾的皮壳？哦，然后到大料子的时候，你能够挑到白雾里面，你就是大涨了，哦，就是大涨了。那这都是画的、啊，哦，都是画。哦，虽然它小颗啊，哦，虽然它小颗，哦，可是以赌石来讲的话，我们赌眼力也好，赌经验也好，哦，要赌大涨也好，这种都是涨的，这种都是涨的，然后这种料子都是涨的，哦，诺宾的哈，伟杰好，看看这种料子。有输人吗？一点都不输人，你看，哦，只是说小料子扣掉这个裂有没有可能能够用的料子剩没多少、啊，差别就在这边而已，哦。可是如果说大家连小料子的皮革都不会看的话，那你怎么去赌大料子？因为这种小料子是最容易捡漏的，哦，因为卖家。哦，卖家他没有空去一颗一颗去看这种小料子，他没有空去看这种东西，哦，因为这个，除非你是高冰玻璃种的哦，那种高品质的料哈、哦，不然的话，他是不会在意这个的，因为他再怎样在意这个价钱也卖不了多高，所以说哦，所以说你可能看到地上一堆，哦。地上一堆几十公斤、上百公斤，他连看都不看的，这种小料子就是这样，你们去捡漏，这才是真的是捡漏，性价比高啊。啊，像这入手的话，大不了就是一两百块台币，哦、啊，一两百块台币，哦、啊，你能够哦、啊、练习当做一个教材的话，这学费你可以缴最低最低的学费，哦、啊，不用动不动就是几百人民币。几千几万人民币，所以线上很多新朋友哈，很多新朋友什么问题哦，记得都可以提出来。哦，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一颗，哦，这一颗我特别喜欢，不要看它丑丑老老的。丑丑老老的，嗯，不要看他丑丑老老的。他的水头就是好，嗯，他的水头就是好，光感就是强。而且超压手，超级压手这一颗料子、哦、我想说继续来开这一颗，这一颗蛮好玩的、哦、开起来有绿有黄有黑、哎，像这种皮壳细致的料子有没有？我们料子都看皮壳，哦，你皮壳越细，它的晶体就越细，肉质就越好。哦，它不一定品质会很高，可是它肉质是绝对细致的。那我刚才要开哪里忘记了？
我是要开黑的地方。这种料子基本上开出来就是一个老糯，好、哦，就是一个老糯的料，好、哦，虽然它不是什么高种笋哦，不过绝对是很漂亮，这起货很漂亮的。先有种再有草、哦，先求有种再有色哦。哦，你种不好，肉粗的话种不好。我们所谓的种就是肉的粗细嘛，晶体的粗细嘛。你种不好的话，你色再漂亮都没有用，哦，你颜色再漂亮，种不好，晶体粗，哦，种嫩，晶体结构松散，根本没办法雕刻，没办法抛光，那你有颜色也没有用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先求有种哦，再来求色哦。所以说为什么要看皮壳？看皮壳哦。然后新朋友比较常犯的错误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，先压灯看有没有绿、哦、看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，其实老玩家都是什么，第一个先斜灯看皮壳、哦、最好是干的状态、哦、是料子是干的状态、哦、去看它的沙粒感，斜灯看它的沙粒感粗细、哦、细致度、哦哦、然后再来看其他的表现，哦，这是不一样的玩法哦。那这种不漂亮吗？哦，这种都是基本都是一个老糯的料子哦。种老的一个标志啊，哦，老糯可能大家听不懂哦，一些新朋友听不懂，总之就是种老哦。那是癣吗？脏，裂哦，进脏，哦。因为不是齁、哦、不是黑齁、哦、不是黑就是癣齁、哦、齁、哦、不是黑就是癣，因为癣的话它是什么，它是常柱状的结晶齁、哦、空晶料怎么卖，我们这边没有卖哦，哎，我们这边纯粹就是开料子跟大家分享齁、哦，种水漂亮吧，颜色又漂亮，同学好。哦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颜色哦，其实它就是什么，它就是猫水哦，猫水层哦。同学好。
好，新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上哦，直接问哦。多了解一点哦，你们会省很多钱哦。你只要多了解那么一点，可能你省下来就是几万、几十万了。哦，永成兄好。哦，这整个是带飘兰花的，整个是飘兰花的。哦，其实这都是猫水城哦，猫水城。永成兄今天比较晚哦，哦，那节目尾声了，接近节目尾声了。那我们大概都会在七点半开播哦，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开播，然后会在八点半至九点结束哈。哦，想要了解更多的哦赌石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哈，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哦。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，哦，这就一条列有没有？然后章进去了哈，然后像这一颗料子，它本身啊，哦，本身的列就很多了，有没有？像这种料子，我们不要去一开始我们在玩的时候就不要去奢望什么，去奢望说它可以出牌子，哦，出什么挂件都不要去想，你就把它想做怎样。你可以做一个整体的雕刻哦，整体的雕刻哦，哦，取它最美的地方，做一个整体的雕刻或局部的雕刻也可以哦。哦，千万不要不切实际的，这皮壳已经那么裂了哦，我们还要想说要赌什么赌牌子哦。然后这种料子，说实在也不要想说要做什么平安扣啊，什么戒指哦，都不切实际哦，哦，因为你要取完整的料都取不出来。看这边脏又进去了，没有就要挖深一点，把它挖掉。哦，这种料子就是这样玩哦。那叫自我催眠，哈哈哈。这样开起来不漂亮吗？你看，这样开起来不漂亮吗？种老弱细哦，颜色又多哦，颜色又多，飘花飘绿哦，把这些一些黑把它挖干净哦，然后裂哦，裂就像刚才开了这个窗一样，把它挖深挖干净，整个都挖好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它就基本上它就会像什么东西了。哦，基本上它就会像什么东西，很自然就像什么东西了。哦，这个时候都不用做雕刻，整个摆着，你把它抛光完，抛光好，整个摆着就很漂亮了。哦，所以有的料子不是说一定要拿来做货哦。梦幻彩石，对啊，这算特色哦，特色料了，因为它的皮壳本身就很特别哦，
这皮革本身就很特别了，而且重量超级压手的，超重的哦。那种手感哦，跟那个跟什么，跟那个同样大小的料子，感觉就差不多重了一半了，就是那种感觉很夸张的重。所以我一直怀疑这颗是不是陨石哦。哎呀，这一颗会不会其实就是陨石？有没有？你看这白挖下去又是绿，哦，把这白挖掉之后，里面是绿。你看，啊哈，里面是绿，啊。就把白挖下去，里面就有了。所以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没人知道啊！好，这就赌石的魅力哦，赌石的魅力就是这样啊，看你怎么去玩哦。好，看你怎么去玩哦。这简单跟大家分享，好，简单跟大家分享。时间差不多啦，准备下播啦，8:30啦。今天我们就轻轻松松的玩几颗小料子哈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小料子怎么去小兵立大功哦，怎么去小兵立大功啊？哦，不是说一定要很大的料，然后要表现多好的料。新衣服没看过，请问皮壳有苍蝇刺切出来的肉会是什么？费大豪，苍蝇刺越多，切出来的肉哦，它的晶体就越粗哦。哦，简单说，苍蝇刺，苍蝇刺越大，它的晶体就越粗哦。它是相对的，因为皮壳就是肉的风化，哦，皮壳就是肉的风化。所以说皮革上面苍蝇刺很多，它的肉苍蝇刺就很多。我赌石到现在好像只负责买，老王好，我们要下播，你上来送客啦。好，一大拜拜啦，拜拜啦，我们准备下播了齁。好，有什么问题的朋友可以私讯给我，可以私讯给我。哦，只是有时候休息时间我就不回复了。哦，比方说我公休啊，礼拜一公休，我是不回复讯息的。好，师傅兄，拜拜啦。明章兄，拜拜。总不能接客。姐已经很久没有买了啦。哎呀，永成兄，拜拜。好，记住，赌石不难哦，赌石不难。沙细肉就细哦，沙皮壳紧实，肉就紧实哦，就那么简单哦，就那么简单哦。老王拜拜拜拜，钱姐拜拜，那个拜拜，明坤兄拜拜，我们下播了，拜拜，宝光兄拜拜，下播下播，拜拜拜拜，钱姐拜拜，刘姐拜拜，拜啦。礼拜天再见啦，礼拜天啦，明天没有直播，明天没有直播齁，拜拜。